正因为我们跟特会是战略合作伙伴，两相信任，所以我们才一直没有下最后通牒式提醒。我们收到你方回复，正在逐条分析。不用分析，简单点，三个候选人，我这方认定的只有陈姓候选人，其他两个已被 pass 了。那也好，简单了，我会集中精力拿下这个陈。放心，会有满意结果的。 期待你啊！今天见二位老总，我想提醒贵方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止特辉一家，有人排队等在红山门外，准备随时鸠占鹊巢。我想善意的提醒黄总，我们之间是有合同的，合同是有条件的，条件是有期限的，期限没到。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袁总提到期限，我很欣慰。那我们就等待这个期限吧。再见。总裁的一面说：“信任你，看结果。” 生孩子，嗯，怀孕了吗？嗯，看我干什么？生了你们自己带吗？嗯，他这回来了就不走了。好羡慕你啊，嫂子。就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要是手脚麻利，先斩后奏，生米熟饭，暗度陈仓，说不定。 你还走在我前面呢，是吧，秋冬？啊，老明白，这才不应该放老抽啊，色太重。这就叫重色轻友，我就好这口。你敢在你老婆面前说重色轻友，你胆儿也忒大了吧？他知道我的眼里只有他。 做金融的都是最现实的猪肉，难得他有诗人的情怀。落魄是暂时的，等他父亲走了之后。 他还要杀回到资本世界去的。他会不会从此就像武侠书里说的那样，被锁琵琶骨，武功尽废啊？我给你吃颗定心丸吧。他即使这样，还和合伙人操盘一支葡萄酒期权的私募基金，资金规模13亿人民币，去年市场不算好，还取得了14%的回报率。 赚钱的天才，米娜承认好上了，吞吞吐吐是这个意思。我担心是袁坤的美人计，最近他和米娜是有些神秘。
袁坤的压力很大，杜比和艾玛，他另外两个 researcher 都被打发到外地培训去了。美人计、色诱，听着很像谍战。如果这事属实，那不就太卑劣了？听着很夸张，不是不可能。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我跟袁坤可是一家人，你们是一家企业的，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。你不会是想通过我来打探他们的消息吧？不敢奢望，但如果能，当然更好。就算能证实袁坤让那个小妖精去勾引陈秀峰。 他俩也勾搭成奸了，那袁坤就一定能获取陈秀峰，未必吧？话说回来，就算袁坤拿下陈秀峰，内幕秘闻也无人知晓。就这个结果来看，那依然是最成功的行业案例。成功背后是什么鬼才知道？但如果坐实。 袁坤有女人做诱饵，这事我就不能袖手旁观。这事跟我有关系，被他耍了，心里不服是吗？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要搅局。 照您这么说，陈修峰有那种天才交易员的嗅觉。美国有个做能源的家伙，30多岁就退休的，那他们俩属一类。约翰·阿诺德，他们是一类的。出来了。跟那小贱人一样。 错了。要是他真的跟我约会的话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真能把他列到手吗？一个人仅仅红杏出墙，还不足以被人利用。但是红杏出墙，一旦变为道德丑闻的话，那势必就给人揪出辫子的机会。怎么变成道德丑闻？ 你闯过影视圈还不知道吗？艳照门听说过吗？啊，拍照啊！不是，袁总，这种事我可不干。所谓的清白就是做了，但没人知道；所谓的丑闻就是做了，但被公众知道。丑闻在被公开之前就客观存在了，但属于从没发生过的事。米娜。 富贵险中求，我跟袁坤是一家的，跟你是朋友，我必须把自己划成中立的人，不参与他所谓的阴谋，更不能参与你的搅局。说实在话，这事儿你都不该让我知道。 这事不会给特会带来好处的。在这个行业里，你的这种搅局行为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。如果有一天媒体爆出来，有人拿着偷拍的裸照或是不雅视频去敲诈陈秀峰，陈秀峰不堪重负跳楼自杀，你觉得这事儿会给特会带来好处？这花边新闻听着很刺激，是吗？ 你别忘了，陈秀峰这个名字当初是你推荐给袁坤的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罗艺人的那个男朋友成影帝了，哎，过来看看啊！是叫于晨飞吗？好像是叫这名字，你带我看看。对对对
怎么了？这么惆怅？支撑了。完事了，那我去医院接你吧。好的，那一会儿见。有些不忍心，他挺天真的。你真心吗？你能鼓励鼓励我吗？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个城市里几十万像你这样出来混世界的人，凭什么你脱颖而出？你也见过那些开着豪车、住着豪宅的同龄人，风光背后发生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恐怕想都不敢想。此时此刻，想跟陈修峰同床共枕的有的是，就像刚才那小护士。但有这种机会的，只有你，这是抢都抢不到的机会。我自己动真心，入戏很快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看你累的，是有点累。我可以帮你到医院去照顾你老爸。拉倒吧，我爸看到你，一个仰卧起坐就起来了。那多好啊！好什么呀？接着毕竟是个平摔，然后就咽气了。